蚁群教练。有有有，就说这只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小心点，快快用那个。3月27号的时候，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到？定向越野一共4场，刚刚主持人讲的，今年是第1场，希望大家今年4场一定要全部到齐。全国只有我们新北市在办这个活动。4月的时候，大家有没有去追火车？有些朋友应该有去跑过追火车的哦，我相信很多。哎，有，哎，明星花露水，那明星花露水到底可不可以祝福我们回来的好的成绩？谢谢小雨。5、6、7、5、6、7、8。待会鞋子借我录一下。好。谢谢。相信那无，相信。其他给出去。太厉害了，这路线！谢谢。难怪刚说没有人走掉。谢谢。这也太难了，感谢你。打开！打开！
有一个。恭喜你们，女子组的前三名。